来把王吧，打个什么玩意儿？洛克萨斯之手。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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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四层流血，差不多。拱。打落手其实不太好打，但是吧，这把对面鱿鱼啊全是 AD 的，你跟我打了，你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闪现吗？他跟我在这一 Q 必中，哎，打不中嘲讽。居然有点燃，我没想到。卑鄙，这个卑鄙的小丑，个鸡无科。哎，怎么玩什么都二级抓呀？你说咱要兵线不好也就算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咱要兵线不好也就拉倒了。你说我那兵线搁这儿呢，他也跑过来抓，还从上面要的。你这玩什么都爱抓，你说是讨厌。玩个王八也二级抓，你他妈这个一个小丑，你二级跑过来抓人了，你说他恶心不？那小丑连 Q 都没有，学个和学个 E 跑上来抓我，真膈应人。嘲讽住，不打了就算了。我们有余震再跟他打，没有余震咱们不打。拱一下，内圈拱，昂，快跑！哎，为什么他428移速啊？哦，他开疾跑了是吧？这疾跑身上没有效果呀，这不 bug 吗？嘲讽回来，走了，再来呀！他都给你亮牌了，你不过来干他，快过来，从我后面来。你那里头有眼儿，你说那上回来的时候他都直接就跑了，你那里头有眼儿你不知道吗？你从我后边来呀，你从下面来，他不知道了吗？他不都看见了吗？这真够呛啊！你跟我打。我要杀你了，你要拜拜了小伙子，等个余震啊。嗯，还补个车，我得吃他一层塔皮。怎么的？
还武术鞋呢，啊？先来小反甲，这小丑不会是 AP 的吧？我天哪，真是 AP 小丑啊！如你所言，小反甲配置炎。怎么的呢？来人了！你说你打个王八还得叫点人儿？你这端丢那落手的人儿都丢人！哎，这小丑啊！哎呀，是真恶心，是真恶心！玩个王八也这么赶客，哎呀，真是生气呀！闪现也没得用啊！你赶紧去看看你那红吧，红没了。嗯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为什么要打那个假的？你有病是吧？那小丑我马上杀了你！你打个假的，啪，给我恐惧了！哎呦，这瞎子！哎呀，你为什么打假的呀？你别打假的呀！我操！本来这小丑都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都 A 到他了，马上我都 A 出来了，啪！一手打假的，然后假的死了，给他还恐惧了。哎，我也吐血了，真的，我是真是要吐血了，哥。真难玩，跟你玩真难玩，跟你玩是真是心累。你他奶奶的！你还我给你狠坏了，你还跟我打？小丑这波应该去下路打红去了吧？我估计。打红去了，应该跑下路去了。真能帮倒忙啊！走了。1500，哎呀，这玩意儿有点贵呀、啊！我先来个水银海，我再整个小魔抗，算了，整个小布甲吧。布甲海肯定是不行了，这小丑不是 AD 的，他是 AD 的就好了，他还是个 AP 小丑。赶紧把上路这个塔给它拆了啊！那小丑80%又往上走了，80%。一般打野赶客都是先赶客上路，再赶客下路，赶客下路完事再往上路跑啊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波我们不直接不打了，看看他是不是去打那峡谷先锋去了。没打，也去瞅眼。
蛤蟆如果没了，小丑就在旁边；蛤蟆如果还有，那小丑不一定在旁边。我们可以上去搞一搞这落手。不打了，看好这个蛤蟆。哎，他在这里，那我们可以安心的压着落手了。你别让我嘲讽着你啊！我看你这是塔下是不想好了是吧？短儿，高德赖，还杀人数都十八成了，兄弟啊！你能让个小丑杀人数十八成了？还高德莱克了，跟我俩。那丑哥哥很厉害嘛。拜拜。你瞅你有伤害吗？你瞅你点伤害吧。你有伤害吗？你一个小破飞镖打我150滴血。小丑就在左边啊，我下边也来个小丑，说了也不听，打个红的吧，这个红有可能会打空啊。我们可以去中路杀一波亚索，那亚索也不值钱，也就300块钱，没多少钱的亚索。没死掉啊，哎，没死掉，差一身血。三个人，两个人就好了。这1000块钱没拿着，挺伤的，其实挺伤啊，没拿到。刚才是一波很好的机会，我正好有个点盐。把上塔推了吧，上塔推完以后，我们就挨个地方嘎嘎的。找着小丑，就嘲讽这小丑啊！他一定会死一把，因为我们有硬控。亚索盾弓，亚索也值钱。这亚索11级，皎月不9级。哎呀，你跑！踹死他！完了，压着值钱了，人头还不是我的。哎呀，好气！这双 buff 不是我的，你说你跑，你没跑。小龙去。打小龙，哪呀？我看看，你让他抢啊，没事。
哎，好来送，把龙打了来。先别上，不杀泰坦。哎呀，这泰坦还非得让我拱一下子，给我拱死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给我约他打来。你还挺狠，我这一看，哪来个落手这啊？有伤害没有？快跑，快跑！你往我这儿走，勾引一下。哎，我帮你勾引呢，你出来干哈呀？快跑！小丑来了，你出来干嘛呀？我寻思我帮你勾引一下，你就在草里边回城呗。你说，哎呀，我操！还不回城，还在那还是。哎呀，我还译了一下，哎呀，还译了一下，好译啊！确实是不想卖队友，心情、精神啊，这个精神值得点赞。如你所言，下路打团，这小丑一千不是我们的。小月，亚索搁中路，又瞪我。好意好大，你打得动我？回回都是你啊，回回都是你，每回都是你，个烦银精，好几回了。这里边有没有小丑？哎。下一件装备板甲啊，一定得跑得快，加个自然之力，出个九头蛇。我现在已经是有点无敌了，刚才那两个人头收完以后就直接就无敌了，本来没无敌，那队友抢人头抢的有点多，上两个人头一拿，游戏结束，无敌了。他家小丑的装备都没我装备好，这玩意儿就是个屁，一共就能打两个伤害，可能这是一点用没有的 AP 小丑。不要害怕，我在呢，你给我死过来，我看你往哪走，我看你个小亚索遇到我这个小王八应该怎么办。怕什么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没明白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打呗！哎呀，这是假的小丑，别打了，这假小丑！那瞎子咋没来呢？这是怎么打输的呀？这是怎么输的呀？女警让人掏了是吧？
操了，女警让 AP 小偷给掏死了，我都没想到。跟我团。跟我打团战，咱一个一个杀，别着急。别让他落手了，砍我。刚才一波小龙团，很好的一波小龙团的机会没了，失败了。那 AP 小丑根本就打不死那女警，他没有伤害。别刷野了，快点过来吧！你说你刷这么半天，让人压两级，你就别刷了，你就跟我打团，快快的，痛快的。哎，来中，对，别怕，就来中。女警别让人勾啊，勾我们可以了，勾，让他勾。先干这小丑来，真假的全给他杀了。嘲讽亚索，对面 ADC 没死，俺们家 ADC 死了，这不行啊，这开个格子吧。坏了，打不过这团。女警死太快了，保不住。对面的 ADC 无压力打虚区，我们还突不进去。不放针眼儿，放针眼儿有啥用啊？那小丑针眼儿照不出来。小月一点伤害没有 ，AD 都打不死。哎，给我抬起来！可以来，耗点盐。我往上走来追，他跑不过我们。这合着这么烦人，他跑得好快哟、哦！我打大龙来。把他打没血，把他打没血，这样他抢不了龙，直接给我过来，来，直接给我打大龙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有个盒子没关系，他没有血，快点的，打龙啊！你跑过来干啥来呀？踢个龙都踢不着。打龙打龙打龙，哎呦我操，好赛恩，哎，但是没抬起来。先杀对面的进啊，好猛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给我这顿打呀，要没有落手那真实伤害，我能把他们三个全杀了，就这么个玩意儿都能捡起来，就这，哎呀真难呐、啊、就你搁上路怎么压没有用，人家打野一直抓你，然后对面呢
上路起不来，起不来以后就随便打一打就可以捡，慢慢悠悠的捡起来，捡起来以后他们家所有人全部捡起来，俺们家还是四个傻子。就是这么难。小龙，不打他了，先把小丑杀了来。女警应该死不了啊，小丑杀了以后保一下，保一下女警。打龙，打小龙，便宜给抢了啊，可以啊，我们先嘲讽着落手，来先杀落手，保一下女警，女警就原地 A 就可以，来找到这落手，嘲讽住。哎呀，后排让人家进给切没了，我操！你给我回来！先把这 AD 杀了吧，那瞎子呢？你妹了，真是！那四个打三个都打不过吗？太累了，我天！两个龙，你能把龙抢了不？你是不是脑子慢半拍啊，兄弟呀、啊？这脑子是缺根弦儿吗？那看见人打龙了，我不去点信号，你就不知道去抢去？但我估计也够呛，抢不下来。就以他的这个手速与智商，没个抢。我不点，人家看不见，就知道在这打。那右下角的地图是怎么的？是右下角是挡住了还是怎么回事？一玩这种右的玩个玩嘛啥的，玩这种右出右装的，就是四个傻子，哎呀，可难受了，让人家都不敢玩。那女警稍微还能好一点，但也没有对面的劲厉害。快走吧，我都没在呀。啥意思啊？人有点多呀，你们中路能打过不？我这边三个。还行，回去守家吧，四打二打过了，还行。快回去守家，一塔，别跟人对着拆了，那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别跟人对着拆了，一会儿家没了，快点回，快点回家，快点回家，快点回家。天才还行，基地没爆。你咋的呀，这落手啊，给我追他，他跑不了。可以，泰坦呢？泰坦是武术还吗？不是武术还，给我追。
还有闪现，他走不了，我玩俩。哎，女警小心小丑啊，我给你扫一下吧，回家出个蓝盾去，或者出个冰心也行。你这那 AP 小丑啊，一点伤害也没有啊，就杀了这么多人，瞎子都打不过。你先出这个吧，你能打过他？其实基地不用守，没事，给我往上冲来。那小丑上哪去了？跳哪里去了？谁死了？皎月死了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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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水龙龙魂，快快快快快！快点去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！对面正好死人了，打得太快了。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！跑不来，还跑不来，跟我打了这 AD 血。快跑不行，这给我斩了的，他已经血怒了。这女警满血，我们打不过吗？一换一，打这么半天一换一，我的天哪，那咋办啊？那也跑不了啊。真能送啊，真能送啊，这是连拦都拦不住啊。这带着送啊，就带着死。本来吧不会被一波的，你知道吧，带着你上去死去，这人就是两个人跑过去追人家，然后干不过，打不过。操了，这女警这么多装备，真傻，哎，真是气。可不能玩这种粗。